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气球满天飞。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！哇，好漂亮的气球，我想要买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呢？哇，这个红色的我喜欢。那给你。我又觉得绿色的好像更不错。好吧。我好像更喜欢粉色的。哎呦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来，气球给你，你自己慢慢选。哎呦，哇，要哪个好呢？我得好好选一选。哎呀，怎么飞上天了？阿布，小心！救命啊！皮皮，阿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的气球有事。别担心，猴子老板，我们能帮你把气球都拿回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跳跳出租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天哪，这么多！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哦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能找到更多的气球。来吧。大大车轮弹啊弹，出租车呀跳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一个两个抓住了。啊哈！气球挂在树上，看我跳得更高。风儿吹来气球飞，越飞越高，抓不到。哎，好生气呀！换我来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救护车呀飞得。全部都能抓到，气球飞上云端，我能把它找到。风儿吹来气球跑，左边右边到处飞。气球太不听话了，看来我们需要合作。你说的没错，摩天轮上有气球，出租车呀。气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气球飞到湖面上，气球飞到大路上，气球飞到街道上。一二三四，牵着刀，啦啦啦啦啦，牵着刀。猴子老板，还给你。多亏了超级汽车，气球都找回来了。太感谢你们了。大家要抓紧，别让气球再飞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危险的山洞。恐龙化石
一定就在附近。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，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啦。嗯，没错。调皮的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制造的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的大铲子，开始 ，Go！ 大石头挖呀挖，小石头挖呀挖，硬硬土块挖呀挖，哐哐哐哐挖呀挖，挖掘机向前进，大大铲子最坚硬，不放弃要努力向你靠近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嗯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心。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！最强型坦克！铁臂挖掘机！想挖豆腐，有趣又轻松。敲石头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。全都不见了！哎呀，走错了！再来一次吧！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。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隧道挖呀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挖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地震大逃生。我来啦！啊，
是淘淘吗？你的打扮好奇怪呀。才不奇怪，我今天是淘大侠。大侠？没错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最近新学的拳法。哈哈哈哈，嘿。怎么回事啊？哇，淘淘，你的拳法太厉害了，地面都被你锤裂了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什么拳法呀？是地震了，大家快跑！哥哥，是不是地震了？没错，我们快躲到桌子下面，那里比较安全。快点去救他们。召唤超级汽车。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别害怕，我马上就到。受伤了，受伤了，我很难受，脑袋痛痛，屁股痛痛，大树倒下压住了我，快来快来！我们来了，救护车，救护车来帮你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抬起，绷带，绷带，快绕一绕，快速止血，送医院去。我困住了，我很害怕，小小空间，无法呼吸，房子倒下，困住了我，快来快来，救救我吧！救护车，救护车来帮你。停心脏没有问题，棉花棉花快擦一擦，贴上创可贴，送到医院去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，是淘淘，他掉下去了。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下不去。救治伤员是我们的任务，是时候升级了。你说的对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，飞天救护车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雨天派对。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今天的野餐派对吧。好耶！看我带了什么？
哇，一张好漂亮的野餐布呀！你们带了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，我带了一把大大的遮阳伞，我带了最最最好玩的飞行棋，有人想一起玩吗？哇，我想玩！我带了好看的漫画书，可以跟你交换哦。我也想玩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对了，皮皮，你带了什么呀？我带了好多好吃的，你们看。哇！皮皮，为什么都是空的呀？是不是都被你吃光了？我记得我只吃了一点点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零食，我们的野餐派对就不完美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召唤超级汽车。百变美食车，美食车来了，想吃什么快告诉我吧。请你听我说，说吧说吧，快说一说。巧克力糖果，棉花糖很多，甜甜蜜蜜我喜欢。果冻小布丁，脆脆小饼干，零食越多越开心。菠萝小草莓，香香哈密瓜，哦，水果越多越好。我们的野餐派对终于可以开始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开灯了。我的棉花糖坏了。呀，下雨了，大家快过来！我们的野餐派对又办不成了。有我在，雨天也能举行野餐派对哟。对了。我们可以升级美食车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梦幻美食车，一起继续野餐派对吧。野餐派对，你还会来吗？当然啦。那我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。
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拯救小岛。起掉一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用力呀。嘿，哎呀，不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啊，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飞龙虎，海星虎，救救我们！情况紧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。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！风浪变大了。不害怕害怕，风浪越来越大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太可怕，快快想办法。哦，别怕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。是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试试升级吧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，大力神吊车。大
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，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赶走沙尘暴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，很适合春游啊。嗯，空气也很清新呢。哇，这里的小花好漂亮呀，你帮我拍张照吧。没问题，一定帮你拍得美美的。三二一。啊，好可怕。哼，我长得很可怕吗？皮皮，你真讨厌。不不不，我是说沙尘暴，快跑呀。啊，我的小帽子。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们被困在沙尘暴里了。啊，哇，是可怕的沙尘暴来了。看来城市需要我们，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吧。慢吞吞的洒水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爷爷，你能开得快一点吗？是啊是啊，太慢了。别担心，这小小的沙尘暴可难不倒我。坐好了，要加速了。气净化，我最有办法。洒水车，洒水车，打开我的喷水枪，前喷喷，后洒洒，赶走沙尘暴，赶走沙尘暴。太好了，沙尘暴消失了。幸好你们及时赶到。洒水车爷爷，您可真厉害。小意思。我有点困了。沙尘暴又来了。不好，好可怕。洒水车爷爷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。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，沙尘暴又来了，而且变得更大了。哎呀，这么大的沙尘暴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这可怎么办？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时候升级了。来吧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螺旋洒水车。耶，准备战斗。嘿，瞬间雾茫茫，空气变
矢车爷爷真棒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寻找蛋宝宝。哟吼，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，啊，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！宝宝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宝宝！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，召唤超级汽车。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张开翅膀寻找你。找到啦！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有危险，躲好啦！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嘎嘎嘎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无畏的消防车。哎呦哎呦，不好了，森林里着火了。嗯，好可怕呀。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让我去灭火。对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消防车帮忙。哈哈。
超级消防车出动。来啦来啦，消防车来啦，大家请让开，它跑得快。哇呜哇呜，消防车灭火，不怕不退缩，任务交给我。我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越来越大了，让我来。超级消防车，注意安全。哈哈哈哈，拉响警报，哇呜哇呜，森林着火，噼啪噼啪，大大火苗，不怕不怕，打开水枪，哗啦啦啦，这里这里，冲冲冲，那里那里，哗哗哗，大火大火，灭灭灭，消防车。消防车，你真是太棒了！着火时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哦。你喜欢红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消防车，准时的公交车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该工作了。哥哥怎么了？好吵呀！哦，是超级汽车球。快，跟我来。你们好，我是超级公交车。你好呀，超级公交车。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？因为我要开始工作了。天早上天没亮，我就会起床，动动我的大车轮，哦，一切都正常。好棒！亮起我的数字灯，关闭前后门，公交车准时出发，欢迎乘坐868。超级公交车，出发！下一站，贝勒小镇。上班上线。需要公交车，一个一个跑过，不慌也不忙，方便快捷又安全，我们都习惯。公交车准时到达，哦，上车请刷卡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乘客乘客请坐好，坐好，扶手扶手摇啦啦，上车下车都别急，别急别急，安全快速准时到，准时到。公交公交你真好，每天每天起得早，绿色出行很环保，你对我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超级公交车，再见！再见！乘客们请坐好，下一站是贝勒医院。你喜欢黄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公交车，爱美的垃圾车。召唤超级汽车帮忙吧！哎呀，是什么味道呀？实在太臭了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垃圾怪来喽！垃圾怪来喽！我们是脏兮兮的垃圾怪。
快，污染环境我们最厉害，西瓜皮、塑料袋、包装纸、废电池、易拉罐、果核骨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都是我最爱。是时候消灭你们了，超级垃圾车，出动！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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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来消灭你，我是爱美的垃圾车，最讨厌脏兮兮。脏兮兮你们别再乱扔垃圾了，还有垃圾记得要分类哦。嗯，垃圾分类。你喜欢绿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。超级垃圾车。